各位朋友，欢迎来到相逢宁静中。让我们在宁静中找到自己，领受智慧。我今天邀请你一起练习，以身体的姿势向光明者表达自己。首先，请你找到一个安静的地方，闭上眼睛，调整呼吸，从头到脚觉察你身体每一个部位的感受。现在，邀请你挺直后背，双手放松。想象你现在来到了光明者面前，请轻轻抬起双手，让手掌与地面平行，缓缓地将双手在你面前举起。再轻轻地将手心转向上方，把连在一起的手指分开来，把头缓慢地做仰手朝天的动作。此刻，就用这个身体的姿势来表达你愿为光明者献上自己。
如果你现在的眼睛是闭着的。这时，请你慢慢睁开，意识光明本身的临在。再用这个姿势来向光明表达你此刻的意愿。光明者，我愿把我自己完全奉献于你。保持这个姿态，在这份情谊中稍作停留。请你的双手恢复到原先的姿态，把头低下来，面向水平休息片刻。在休息中，回味此处无声的深情表白。Thank you.
在今天的生活中，你可以多做几次。每一次所做的动作和身体的姿势，是在向光明者表达你的敞开、信赖和渴望。祝你平安。